是屏幕宣言的环保大使 Tanya 蔡健雅。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在家做料理呢？ Origin 屏幕宣言夏日厨房再次的邀请到 Masa 老师为我们示范美味的菇类料理。我想要介绍一个料理，它叫和风白骨玉子炸炊。用这个白饭，然后加那个高汤，然后想要吃什么材料都可以用。这一次我想要特别加一个东西，给多一个口感，就是不吃肉，但是可以享受一个什么像那个肉的样子的口感，就是吃到。哦 ，OK OK， 就是有可以嚼，对，有嚼劲的东西。OK， 对，弄得非常漂亮，谢谢。大小都一样，放在热水里面把它那个烫一下。这个是用那个昆布做的。OK，那个所以这个放在里面，手语倒进去，然后呢，加一些。菇类，菇之前我以为只能就是吃，但后来像我知道屏幕宣言也有一系列的那个保养品都是用菇类，之后才发现其实菇类真的很有抗老的这个效果，对，所以它很厉害。好，这个已经煮好了，所以就可以放在里面。好，放进去，然后可以放这个红萝卜。好，可以的，那就稍微煮一煮，让这个菇的味道出来。煮好的白饭放在里面，请你先准备那个蛋的部分，然后慢慢淋上去哦。好，来，然后我来就再加一点点这个绿色的，然后如果想要加一个酸味的话，可以再加一个那个梅子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刚准备的这一道就是和风白菇玉子炸炊。谢谢老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你知道吗 ？Dr. Andrew Weil 威尔医生与 Origins 屏幕宣言合作研发的 Dr. Weil 青春无敌系列所打造的肌肤自愈保养概念，运用独家青春无敌菇类复合物，彻底调理肤质，提升肌肤自愈力。现在推出了全新的成分升级版的 Dr. Weil 青春无敌精华液，帮助肌肤建立有效对抗老化的最佳防御机制，让我们一起呢创造乐活保养态度。